其实运动是个兴趣，我想借由运动去认识这个世界。好，这都是跟自己比赛，跟自己竞赛，就是一个体验人生的感觉。原本以为会撑不完的，但好加载啊！路上有遇到这马来西亚的好朋友跟阿德，就原本一个人成型，就到最后三个变一个 team 在照顾我，真的谢谢他们。放弃这，慢慢的不在这字典里面，不到最后一刻不会放弃了。